手举起来，投降了。哦，阿明，阿明，我有几局说那个爸爸在场，三三刚刚过节，三三。然后他说我那个运气来的，不好玩，要给，我要给妈妈的。我心意晕倒了，给妈妈再玩偶。我心意晕倒了，停止了，好，下车。 那还要再玩小火车吗？不好意思啊。你还要再玩什么？要先玩人偶跟排前面。好，那你要去排前面啊。